膝关穴出自针灸甲乙经，是足厥阴肝经的穴位。膝指穴位在膝部也，关关卡的意思。本穴位于膝关节处，主治膝关节的疾病，仿似膝关节的关卡，故名膝关穴。中医认为，肝主筋，肾主骨，肝肾虚衰就会造成筋骨失养，膝冷无力。如遇关节过劳和风寒湿邪侵袭，又可造成气血凝滞，经络瘀阻不通，而使得膝关节疼痛。膝关穴具有祛湿散风、通经活络的功效，对于各种原因引起的膝关节疼痛都有着不错的疗效。有的人在下蹲膝关节伸直时会感觉到膝盖疼痛，有的人在走路运动劳动过度后会感觉到膝盖疼痛，这时候应该节约使用关节，减少剧烈运动，尤其是上下楼梯和爬山，必要时可以使用拐杖来减轻膝关节承受的压力。除此之外，在出现膝关节疼痛时，对膝关穴进行按摩，以此来舒经通络，减轻痛苦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说说这治疗膝关节疼痛之法，刺激膝关穴。膝关穴位于小腿内侧，取穴时用拇指沿着小腿内侧胫骨内缘由下向上推，当拇指推到膝关节下方时会摸到一个凸起的骨头，顺着骨头的下方和内侧会摸到一个凹陷的地方，是阴陵泉穴。阴陵泉穴向后一横指处，即是膝关穴。刺激膝关穴可以采用点按的方法，将拇指按在膝关穴上，逐渐用力深按，此时会有酸胀痛的感觉，保持5到6秒后松开，一压一松为一个循环，点按膝关穴5到10分钟。也可以采用按揉的方法刺激膝关穴，将拇指放在膝关穴处，然后以穴位为中心，保持一定的力量进行旋转按揉，每次按揉5到10分钟。也可以使用雀啄灸的方法，将点燃的艾条对准膝关穴，一起一落，忽近忽远进行施灸，动作类似小鸟啄食，一般每次艾灸10到15分钟左右。总之，如果您有各种原因引起的膝关节疼痛，刺激膝关穴会有很好的疗效。当然，不一定非要在膝盖疼痛的时候刺激膝关穴，平时作为一种保健的措施会更好，有助于减缓膝关节随着年龄增长发生的退化。